近日，有网友偶遇刘强东、张泽天夫妻马云看欧洲杯，并晒出现场照。照片中，张泽天双手扶着刘强东的肩，两人拿着手机自拍，看起来很幸福。张泽天还扎着麻花辫对镜自拍，甜美元气梦回奶茶妹妹时期。今年年初时，张泽天曾上榜胡润校友会财富榜，并以600亿资产在清华校友中排行第三。不得不说，张泽天属实是凭借婚姻实现了阶级跨越啊。早在2019年，张泽天就登过胡润财富榜，当时他是以夫妻的名义与刘强东一同出现在榜单上，显示他们共同持有1880亿人民币。如今虽然表面上看财富有所缩水，但是这是独属于他一人的财产，背后的含金量极高。现如今他诞下二胎，以儿女双全，以他的才能和野心，想必不会甘于拘束，在家中做全职主妇。或许张泽天也是时候全新发展事业了。此次张泽天与老公一起现身欧洲杯，马云也到了现场观赛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